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欧德美斯的，没有错，你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深海大猎杀，老头终于回来玩深海大猎杀了。为什么老头这么久没有玩深海大猎杀呢？因为呢，老头把它给忘记了，呵呵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又回想起来了，最近这个有观众开始提及深海大猎杀的事情，然后我想说，好吧，那既然如此。好像改版了不少吧，虽然老头好像只出到第三集还第四集而已，然后就把它荒废了好一阵子，少说应该有一年以上了吧。哦，相信各位可能也都忘记这款游戏了。那如今呢，老头再把它拿出来玩哦，那想必游戏性应该也是会非常的丰富哦。那有看到有观众提及说这款游戏有螃蟹模式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有螃蟹模式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玩看看螃蟹模式好了。那我看一下螃蟹模式，它有两张地图哦，一个是算是比较浅的，一个比较深的。我们看一下比较浅的有什么螃蟹好了。好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，虽然都是英文啊，老头有点看不太懂啊。哦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，为什么我的滑鼠不见了？吓我一跳！哦，这边多了，这只我好像以前玩过，是不是？这只螃蟹免费的，还戴一个眼罩是怎样？然后这边有两只免费的螃蟹啊，这个有能力，这个没能力，然后这后面还可以陆续解锁，好屌哦！螃蟹模拟器，哈哈哈！啊，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这个是海盗螃蟹，然后呢，它这个是什么能力啊？变得敏捷。喝的越多，你就会越醉，你会越快。我们试试看这只螃蟹好了。哦，他说什么喝的越多越快，哇塞！哦，总而言之啊，就来试试看。只是我不知道那个技能要怎么放。我已经好久没玩了。讲真的，我已经好久没玩了。为什么这些海星会消失啊？我是一只螃蟹，好笑哦。啊，我就是一个这么可怜、孤零零的海盗螃蟹，是不是？我刚咬的海星，食物来源不见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就是酒。原来这是这样用的。原来是捡到这个。醉蟹。哎呦呀！还真快啊！喝多了真的是变超快的。这个是捡那个人类不要的酒来喝啊。而且要开始头昏脑胀，然后慢慢缓和下来，感觉这也太有趣了吧！然后那个酒瓶呢？担心自己没办法吗？来，喝一下。又开始头晕目眩了，移动速度又飙快。看会不会有人看这个影片看到头晕啊？我自己都头晕了，我们可以不要再喝了吗？有点难受啊，我是不是要被吃掉了？拜托不要吃我！求你了，不要吃我！我只想要在细缝中求生存。看我天哪、啊，我们还是正常一点，在这个海底下生存好了。我们不要在那边喝那个酒了，真的喝酒伤身。好，我现在开始有点不舒服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会发光？这个是钱吗？这是钱这是不是？这个是金币啊？在这个地方。哦，这个是海盗船的残骸，是不是？难怪我叫海盗蟹哦，曾经在这里生活一阵子，所以叫海盗蟹是吧？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赶快设法找一些食物，好，让我们更强壮一点。啊，只有我们螃蟹呢比较可怜一点哦，走路有点慢。哦，看到前面又有酒了，不要再喝了，不要再喝了，喝酒伤身。啊，又会惹一些问题，惹一些事情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靠，他把他咬死了，我先跑了，先跑再说，这太危险了，你跑远一点，螃蟹哥，会不会这真的吸一吸变超强的、啊？还是算了，哇，不要，我们是同类，死了，有这么弱？好吧，成为我丰富的蛋白质。等一下，不要咬我！那个是隐形的电鳗啊，赶快跑！那不是电鳗吧？鳝鱼是不是？紧照！我们是一只可爱的小螃蟹，我们与世无争，我们只求……别！我不好吃！
哦，是不是有一些鱼是不会吃我的吧？虽然它体型大，但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并不是吃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可以安心的长大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几等了？我们现在八等了。我赶快跑，赶快跑！紧走，紧走，紧走！我真的不喜欢他的驯服腿，他驯服腿跳是这样子，跳到空中突然停下，哦，哦，哦，好大只，好大只！悄悄的，啊、哦，悄悄的，不惊觉的，像刺客教条的掠过，啊、哦，我们细缝中求生存。来来，快吸快吸快吸！哦，等级久了，等级久了，越来越大只了。然后会不会吃一吃到一百等？然后之后呢，连那种大鱼都可以把它克掉，有没有可能？没关系，我们会越来越强大的。养鱼游戏，螃蟹模拟器。啊啊啊啊！吓我一跳！滚滚滚！啊，不就很强？跑啊你！这抢我的食物试试看，我以为他们要吃我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把他引诱下来，把自己咬烂，他们会不会下来？来啊，快过来吃啊！不敢了是不是？啊、哦，被咬一下不敢，我去抓你嘞！可恶，这个抓不到，要不要跳下去啊？回到深海之后，更深的地方我就没有办法再往上爬了，有点怕，怕下面是一条不归路。哎、欸，我头有点晕哦，食人鱼，食人鱼，哎、哦，咬我 0.9 哎、欸，超弱的，快，过来哦，还跑嘞，洗内，夹住你不放，跑，跑嘞，哇，好硬哦，这一只，咬不死哎、欸，要死了，快点快点，变成肉，变成肉。白天，快点啦、啊！你这个攻击力 2.1 的，快点！这是大量的丰富蛋白质，是我的。你们这些鱼休想得逞。嗯，不能吸，继续咬，继续咬。天啊，搅成碎肉有这么困难吗？哦，有有有哦，就才30而已，三小，我还不如吃这个，两口就有30。天啊！那你。抓这么多下，结果咧没半个，有半个抓那么多下有了之后咧，哇塞，还是30经验值，我还不如吃这些东西，这个应该是珊瑚吧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、欸、感觉好像是那个什么，很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派哦，不是什么，好像什么火龙果之类的哦，海中的火龙果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要喝酒了啦，酒太危险了啦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喝酒，喝酒伤身，各位。我们不要作死。哦，我们现在有64块钱哎、欸，原来现在钱这么好赚了。我记得以前早期在玩的时候，哇、哦，那个钱难赚到哭。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玩的那个模式，只要重开钱就会归零，这个好像不会。那既然这个不会的话，我觉得。会更轻松一点啦、啊。哦，老头如果没意外的话，搞不好会长期连载这一款吧，因为他可以玩的鱼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观看率又够高的话吧，哦，老头也会看一下观看率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你们这些有事是不是？通通都去死吧！ 2.6 咬死你。对啊，观看率够高的话啦，因为毕竟。同样在花时间在上面的啊，观看率不够高，没办法，咬死你还不死。其实我不是很想咬他，你知道吗 ？CP 值太低了啊！算了，食人鱼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CP 值，打我不痛就算了。你干什么东西？你们有病是不是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别哦！我跟你讲，我可是很凶残的哦！不要逼我，等一下喝酒睡梦罗汉蟹哦！好，我真的要睡梦罗汉蟹了。你不要逼我，干是你逼我的。来啊！不够，再来！睡梦罗汉蟹，我告诉你，那来啊！攻击变高了，9D，哇，这个伤害很可以啊！8D
睡梦罗汉蟹，来啊，来啊，靠杯，喝酒喝酒喝酒可以补血，超屌，哇，超晃，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干嘛，别，没关系，吸这个，我抓你，我告诉你，来啊来啊，亮你不敢啊，睡梦罗汉蟹呢，咬一下。咬死你！再吃吃吃我的肉，夹死你的小王八蛋！嫩，可以啊！好，可以，就放那一只小食人鱼一条生路，我们不要跟他计较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来来来，我为什么扣六 D 了？谁撸我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刚刚莫名其妙被撸个六滴血是怎样？哦，食人鱼不要！这个钱超级没屁用的、欸。我发现我在这里啊，基本上不要遇到大鱼都没事。这个多少啊？把它撸死看看。哎，免费的，免费的好爽哦！哎、欸，你把它吃掉了，还来哦，还来哦，哦，咬我 1.6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我打得赢他，我的血有41滴，我14级，他死他死了，这个是剑鱼还是旗鱼啊？好像是旗鱼的样子、欸，咬死他，哇，大块肉哎、欸，今天值多少？我跟你讲，我30，还真的，只是分比较多块而已，15级啊，死给。我们可以换别只了吗？我这只有点玩腻了，讲真的，等级再怎么高其实都一样。好，我们换别只好了。我们换我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不能解锁吗？我们要怎么解锁这些螃蟹啊？哦，大概知道意思啊。它这个好像是要收集到刚刚我们手捡到的那些金币哈，那个金币啊，好像收集到10个啊，10个。我就可以解锁的样子，是不是这个金币啊？那带着这个金币啊，放在那个箱子里面啊。可是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原本那个海盗沉船的地方在哪里了，怎么办？然后他还给你们判定成没办法往前。看，不要那么爆！你这是逼我是不是？完了，我要死了。好、啊，算了，自杀。哦耶！我们下一局把所有金币丢在箱子里面，勉勉强强拉得动了。好，跳进去，跳进去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一个耶！他应该是说要10个嘛，对不对？慢慢找，慢慢找，绝对找得到。呼唤耶、yeah! 我们还差，我们还差那个、啊，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我现在收集到5个了，不要撸我，我们还差5个啊！看这个收集金币有点麻烦啊，说真的，那、啊、我真的觉得螃蟹超多超烂的，你那鱼至少还可以稍微。矫正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连矫正都不行。哎哎哎哎哎，别别别别，别这样子好不好？各位，有了 ，nice， 海盗刀，滚滚，哦，海盗刀直接用砍的啦，没有给你在那边用爪夹子夹、啊。你看，我豁下去，10滴10滴，哎、欸，现在都流行用剁的啦，啊。好，据我所知，收集10个大概是这个样子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怎么没看到看我的正面？正面照怎么看？哦，10个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奇怪，我记得有一个是可以直接拍我们正面照是哪一个、啊？你的刀枪，还是我刀枪？哎呀，10滴挥死你嘞！你也咬不到我啊！哎、欸，咬到了是吧？哎、欸，嫩，
啊，下来啊！看这个吃不到了，这个准备要变成大鱼的食物了。我们只能在陆地上慢慢的苟延残喘。好吧，我们这样子算是解锁完成了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哎，真的解锁这只虾子哎，这是龙虾、啊，这个龙虾这什么能力啊？好像是会有额外的伤害加300%的样子吧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下一集应该是会玩这只龙虾，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集能要怎样才可以解除这个东西。哦，应该是这个等级练到等级10就会有这只螃蟹王的样子吧，好像是啦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下一集呢就是这样子发展。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深海大猎杀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哈。那如果呢，你们想告诉老头哪一些鱼要怎么解锁，哪些鱼有什么能力的话呢？啊，欢迎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帮助老头一下，好，让老头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这款游戏的魅力所在。好，不管了，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！记得要留言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